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人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是不是喜欢男人？我们先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反正到了我家门口，不用我邀请，你也会很有兴趣去看看的。 这里是公司，谁让你来这里的？我就是要来这里看看我未来的老公到底有多能干。爸，这个男人我要了，就是谢家少爷。婚姻只跟幸福有关，不是任务。其实呢，昨天晚上呢。